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啊，炸死你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， 今天的我们继续来玩野兽战争模拟器。不过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模式呢，有点像是防塔的模式啊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游戏吧。第一回合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第一关，我们有6000块可以用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动物可以创造啊。然后右边应该就是他们等下会生怪出来打我们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右上角它这边有显示啊，这一回合好像有32只斑马，然后有6只大象跟1只暴龙的样子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试玩一次吧。反正第一关应该很简单啊。我们先创造哦，有了有了，左上角这边有显示我们创造队伍啊。哦，我们这边还有技能可以用哎，这是什么？这陨石吗？我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哦哦哦哦，我靠，这是怎样？没打到是不是？我的塔不会召唤怪是怎样？我靠，他在拆我塔，哎，我是要自己召唤哦。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懂他的意思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们现在开始召唤我们队伍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技能可以用啊，就是要搭配我们的技能使用，然后把对方的队伍给干掉。简单啊，看我们才召唤几只而已，就把他们全部歼灭掉了。还有3只大象 ，OK OK 了。用这个有点像是流星的东西啊。哇，还有这什么巨大陨石吗？哦，你看我们左下角这个好像是类似像能量的东西啊。我们只要越打时间好像撑越久，它那个分数就会越高，然后我就可以使用这个分数呢，使用下面的技能啊。我靠，我队友被干掉了，继续召唤啊。我们的队伍很多啊，6只狮子给它召唤出来 ，OK 的。应该他们应该快结束了吧？清完这一波应该还有一只暴龙。来来，这个陨石炸下去，炸下去！我靠，你看我们的猿人超猛。你看我们左边还有一大堆队伍没创造啊！来来，再来一只熊，再来2只斑马，来来，企鹅企鹅企鹅，通通召唤，通通召唤。还有鳄鱼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他们怎么还没出暴龙啊？奇怪。再来再来再来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意外的话，打死这一只应该就是第一 round 就结束了。快点加油啊！看这个火还不能放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只要1500啊，1500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剩一只企鹅，企鹅快点拖住它，烧死你，烧死你，烧死你 ！OK， 过了过了过了！哇，惊险过关啊！刚好把我队伍全部用完。一样，我们来召唤我们的队伍。我们这场还是只有6000块啊！我操，恐龙可以创造啊！我们来用一只暴龙吧，几只就把你们搞定啊！来来来，开始 ，OK 的，我来了来了来了，先来。来一只蛇啊！啊，忘记了，这蛇超 low 的，蛇超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先烧，用烧了，拖延他们，牵制他们。我就不相信这几只还拖不住你们啊！哦，又来又来，他们的数量很多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存1500再烧一次，烧，烧死你们！照这样子的打法，应该是很快就可以过关了。反正目前我看来，应该就只有这个火焰是最好用了 ，CP 值最高应该就是火焰啊。而且它才1500而已。来来来，烧烧烧，烧死你们这些垃圾！再来召唤2只恐龙去前面坦啊，快坦住坦住坦住！行行行行行啊，不行了不行了！再来一只暴龙，快快咬死它咬死它！对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！我靠，他们大象数量很多啊，他们好像有6只大象样子。打完这一波应该就没大象了。呜、哦，暴龙还是哇，暴龙真的很给力耶！再来再来再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快点！我不想再次使用火焰，好。这时候 OK 了，来来来来，集中一点，火焰给它烧下去，炸一个，炸一个，炸一个！哇嘎，我暴龙没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停停停停，我们现在能量还不够，快点 OK， 快点过去，咬死他们，咬死他们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啃死他们啊！啊，过了过了过了，哇，怎么感觉第二 round 比第一 round 还简单啊？第三 round 哇，第三 round 更难喽。他们现在有32只鸵鸟跟20只恐龙啊，然后8只长颈鹿。天啊，我们还是只有6000块，是怎样？这模式只有6000块给我们用就对了，太坑了吧？这2只暴龙好了，啊、算了，3只暴龙好了，暴龙这很给力啊。然后再一些其他小只的恐龙，好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开始吧，开始吧。第一 round 我想一下、哦，第一 round 我觉得先不用造暴龙啊，这一只应该就够了。然后先烧，用烧的烧死他们。我这样烧应该不会烧到我队伍吧？OK OK OK， 哇，刚才一烧鸵鸟全部烧光了，他们，哦哦哦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弹不住了弹不住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砍死他们砍死他们，快点快快快，哇，干这速度太慢啦、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干我的塔血在狂飙啊，都损到一半了，完了，烧死他们烧死他们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就这样，过去弹过去弹，弹住然后开烧开烧，快拖延住他们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非常好，再来一个再来一个，
哦耶哦耶，加持一下，加持一下。呀，不是吧，不是吧，你不是要死了吧？你不是要死了吧 ？OK OK， 很坦很坦，真的很坦，干得好啊！哇，他们又来，他们又来了，没关系，鸵鸟很 low 啊，鸵鸟一个火焰烧下去全没，烧一个，看到没有？这鸵鸟烧一下，全部羽毛全部烧光啊 ！OK OK， 感觉第三关要破了，我们的暴龙还有三只还没召唤哦，这关一定破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再来一只暴龙啊！等我们能量够了，就直接给它召唤出来了。这样三只恐龙还打不赢，打不赢这些长颈鹿。OK OK， 哇靠，这是怎样？这交配了是不是？我又来又来，哇靠，他们队伍那么多，来啊，来我直接烧下去啊，烧死你们这些垃圾啊！这关已经过了啦，过了，最后一关啊，终极关，六只大象，然后二十只恐龙，两只暴龙，哇，他们两只暴龙哎，我觉得刚的组合还不错啊，再来一次好了，三只，等等等，太多了。算了，四只也可以啊，四只暴龙，然后我们还有900块，900块 ，OK， 随便用一下，来吧来吧，第一 round 就先直接把他们叫出来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，再来一只榴莲龙当坦啊，快快快，集1500直接烧一个，集中一点，集中一点 ，OK， 烧两只就够了，烧死你们这些垃圾啊！我靠，哎、欸，大象很猛哎、欸，大象把我那些恐龙全部杀光了，等等等等等，不太妙不太妙，小恐龙上啊！砍死他！哇，后面这只大象是怎样被烧到呛掉了？是不是？哦，又来又来又来了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我的暴龙要先召唤一只出来了，然后开烧开烧，快集1500烧一个，烧啊，烧死你们！哦耶哦耶，弹住弹住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弹住。而且我发现我们这塔的血量好像是每一关就是这样一直延续下去，它不会重置啊！我、哦、来来来来，哇，这暴龙哇，暴龙腿断了，哇，不会吧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三只啊，怕什么？两只暴龙，咬死他们！哎，不会吧，又一只死了！哎，我干，我剩一只暴龙，不要闹哦，不要闹哦，不要闹哦！屌，现在不想烧，我现在不想烧，现在挤一下！啊靠，我暴龙死了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弹住，弹住，弹住！先去咬那一只，对对对，先去咬那只在啃我们城堡那一只！哎靠，你在那边闹什么？哎，干，这暴龙是喜憨儿哦！哎，白痴，赶快绕过去啊！快绕过去啃他，啃他，啃他，啃他！快点，快点！哦 ，OK，OK，、OK, OK、啊，完了，完了，他们还有两只暴龙啊！等下惨了，惨了，惨了！我觉得这场会输，对，我觉得这场会过不了，但我只能靠技能碾压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真的完了，真的完了！快快集30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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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一个陨石炸下去了！等下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干要没血了！3000，3000，哦，一只死了，一只死了！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！啊，炸死你！啊、哇，来吧，第二关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感觉第二关很难呢，他们也太多只了吧！天哪、啊，我们还是只有6000块，要不要这样搞？他们这一组那个体型都还蛮小的、啊。来来来，一样暴龙啊！我看他们的数量很多啊，但是很小，很小只。OK 的，屌，我直接第一回合直接用火把他们烧死好了。来来来来，烧死你们这些垃圾啊！不相信这样还烧不死你们！来来，啃他，啃他，过去啃他，啃他屁股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在啄我们的塔。快，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哦，又来又来了，没在怕，没在怕。来来来，集中一点，集中一点，我直接烧下去，1500给他。哇靠！哇靠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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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些恐龙很凶啊！饿多久了？天啊！天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快，1500，1500，1500，直接烧一个，直接烧一个！加油啊！来了，烧！烧死你们！烤死你们！哎、欸，这些恐龙怎么那么耐烧啊？我靠，黑皮肤比较耐烧是不是？干，我塔要爆了！我、哦、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过了过了过了。下一组小恐龙，我们还有雷电可以用哎、欸，这雷电是怎样？可是雷电好像只能电一只是不是？我靠，它只能电一只啊！可是是秒杀，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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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屌，看不应该用那个电的，那个电应该是要拿来电那种大只的。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现在没有钱啊，我现在没有能量召唤啊！快快快快，冲过去砍他，冲过去揍他，快点！对，就这样就这样，揍他，揍死他！哎，很好，揍死他！干，他们又来又来，还来！来来来，直接烧一个，直接烧一个！哎，行不行啊？靠！干，我觉得会死哎、欸！干，我觉得真的会死啊！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烧烧一个，烧一个！哦哦哦哦哦，这满地肉块啊！哦 ，OK OK OK， 对对对对对对。咬死他们！
再补几脚，补几脚 ，OK。干，我们塔斯他一滴血啊，残血了，完了，哇靠，这怎样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再召唤第二只了。前面那只弹不住了，弹住弹住弹住，你行的你行的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咬死他们！对对，哇靠，一口一只啊，哇靠，那整只被炸掉是怎样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哎，很好，你很坦啊，哇，很燥很燥，对对对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咬死他，还有一只落单，还有一只落单。还有一只落单要去啃啃我们主塔，你还不赶快过去？在干什么东西？快快快跑过去，咬死那个王八蛋 ！OK， 第一 round 过了啊！可是我们暴龙也刚好死啦！啊，完了，我们塔只剩下这一点点血，最好是可以打零。现在才第二 round 而已耶。哦，而且我们的队伍其实也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啊。如果我们就是使用的好的话，你看我们上一场的那个暴龙还没用完，它就累积到下一场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来来这，哇，这要2000啊！这能量要2000，搞什么？先召唤一个这个来弹一下，来吧，宝贝，砍死他们，砍死他们，快快快快点，快点，就这样子，很好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一个啊 ！fuck， 不会吧，不会吧，我要死了吧？我刚丢那什么东西，600颗是闪光弹是不是？快咬死他，咬死他！哎，很好，很好，哇靠，这暴龙果然给力啊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真的完了！看，直接两只大只的来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这暴龙打不赢啊！哦，行行行行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，我暴龙怎么那么凶啊？哇，这暴龙直接顶他，顶他奶、欸，哦，直接顶他肚子！我靠，这两个在干嘛？交配是不是？哇，很好很好，拖时间拖时间，我靠，一只暴龙抵两只哦，真假的、啊？不对不对，快没时间了，快快快，再来一只再来一只，直接上了直接上了，咬死他们，啃死他们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啃死他们！我靠，哇哇，这只凶，这只凶，给力给力给力！给力哦，又来又来又来，来烧一个烧一个，直接烤下去啊！快点，我已经帮你烧啦，你给我给力一点，我跟你讲啊，撑住撑住撑住，至少再撑一回合，至少再撑一回合。啊，完了完了，靠，这怎么都不给力啊？没关系，前面那一群刚好被烧死，干两只暴龙不会吧？干，我觉得我这场会输，这场真的会输。等一下，快点，没时间了，快快快快快，过去打他，过去打他，完了完了，我啊 fuck。Oh God， 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先玩到这边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